天气冷，多穿点衣服。天气冷，记得多穿点衣服。知道了。琪琪，我们都要走了，你上车怎么这么久？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男朋友今天怎么没来接你？我们吵架了。有什么好吵的呀？有个这么爱你的男朋友，大家都很羡慕。我们先走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知道那个女生，你们才认识一个月，我们在一起。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其实你能告诉我，挺好的。你们分手了？没有啊，我们吵架而已。可是他都发朋友圈秀恩爱，可是三亚玩。我们和平分手啊。嗯，没事吧？没事啦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上来看看。怎么不欢迎啊？想不开要走啊？没有啦，他的东西给他收拾寄过去。难过吗？过分，他要跟我一样痛苦，再算道歉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？可如梦初醒。好久不见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借故借故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。刚刚是你前女友啊？啊，对啊。怎么早告诉我？跟他打招呼啊？怎么了？你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，碰到前任你要假装不认识，就跟他讲两个字。什么？借故。不至于吧？怎么只穿了这么一点点？不冷吗？人家打扮这么漂亮，键盘全给我扔了。哎呀，这么冷的天，冻坏了心疼死。穿那么少干嘛？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，你非要穿那么少，像什么样子啊？吃醋就说你吃醋了嘛，话说这么难听干嘛？我说吃醋你会听吗？哎，那我怎么说？你就说天气冷，你在外面多穿一点啊，那我也会听啊。那这送你。哇，怎么这么好，突然送礼物啊？不是马上就要到情人节了吗？说给自己听，仰着头，不要让眼泪失控。那哇，干嘛无缘无故送礼物？今天是我们一百天纪念日啊，我又没给我准备礼物吧？啊，过个周年就完事了，哪来那么多纪念日？当然有了，每个月十四号都是情人节，还有一百天、520天、半年、周年都是纪念日啊，仪式感懂不懂啊？笨蛋。知道了，下次补给你。又说下次。我吹